我们的子子孙孙怎么可能让他葬送在美国这样的战火战争分子手中？大家知道，今天美国的毁台计划一波一波已经把台湾推向了战争的悬崖边缘了。我们再不自救，我们怎么对得起子孙？怎么对得起台湾社会好几代前辈们共同建设的家园？